我家的这些大胖鸡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一天就喂你们一遍食儿，不喂你们了，都不给我下蛋。今天这会儿和大春呢来这一院栽这个玫瑰花，按说应该一上午栽，但是今天上午就老下雨来了，这也出不来门啊，就这会儿来栽吧哈，这下午可干勤了。我家这些鸡我都说了不喂了，一天喂一遍，不行都太胖了不下蛋，一天就给我下一个蛋下两个蛋，你说十只鸡十只大母鸡哪能就下一个蛋下两个蛋呢，正好下蛋的时候，你说这一天喂三遍啊，一天原来在这之前吧，我们一天喂三遍，完每一遍呢都喂那么多豆饼啊什么的，就寻思喂了它爱下蛋，结果越喂越不下蛋，从现在开始了，粉丝朋友也说喂太饱了他们就不爱下了，那就不喂了咱俩哈，这样还省点粮食哈、啊。要是这粮食吃太快，哎呀，老费粮了，真是喂太多粮了。200斤苞米的话，几天就没。从来真的都喂鸡吧，从来也没算过成本，寻思自己吃点健康的好的，这也就是说，就不能说考虑那么多了哈，就算成本的问题了，因为你肯定是有才有舍才有得，就是这样的。结果呢，现在就光舍了没得着啊，光得大那么大那么胖。问题是胖了，你说咱现在不吃肉啊，所以你说怎么就不吃肉呢，这是这宰，你看这几个这这边这俩都给宰，你瞅瞅那腿都赶上我胳膊粗了一个个，你说那鸡皮赶上我胳膊粗了，栽玫瑰花瓣吧，先折过来就栽玫瑰花瓣，就这个全开的吧，还不咋太不咋香了，就是半开不开的可香了，就摘下来就摘下来，全开的也都要了。我也是把这个玫瑰花瓣吧，就像那个粉丝朋友说的似的，全部就是说给它，要不就做玫瑰花酱，要不呢我就是给它直接冷冻了，完留着那个就是包豆沙的时候，做豆包的时候嘛，给它放进去，就是美丽豆沙的，就是那个味道非常好。要不然沏茶水喝点也行，应该是美容养颜的，是这样。所以我年年也都会把它们采集起来。那不要了。嗯 ，ID 的就不要了。没太开的吧，很香，但是那个瓣儿吧，固的太紧了。这两颗玫瑰花是我和大春俩来的那年就栽到地下的两颗玫瑰花。想不到这是第五年头的时候，它也枝繁叶茂了。去年也开了，结的不太多，你看今年就。不满枝头全是哈，朵也大，今年今年朵也大，去年就开的很少，看呀，但是你要知道这都已经经历多长时间了，这是第五个年头了哈，是这鸭子是饿了开始能撸树叶子了，那是吧，那鸭子早就停蛋了，早就不给下蛋了，哎呀，但是是不是咱俩这样是做的也有点不对吧，有点从那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呀，要是再少给他们点，不能说不给，你不忍心了，少给。这边开的，其实我也感觉就是像开成这样的最好。半开不开。对。但我又想起来了，这块又没。没事，没有，没有。然后呢，就在房门的两边一边栽了一颗，其实也不会栽，也不知道往哪儿栽对，当时就是反正就安排在这儿了哈。这个早上开，早上就要开。这颗开的花比较多一点了哈，尤其是这边这块哈，这是属于这边也是属于向着太阳的东边的哈，你看这边早接受阳光早开哈，有关系，这个要是做月饼的时候就是那个玫瑰豆沙月饼都是用的这些，是很香的，就喜欢玫瑰味的人呢爱死它，要是不喜欢的呀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味道哈，是这一股烟粉味，又是烟粉味啊，玫瑰花的香味儿，这是啊，这园子吧，这里的草也出不了进不去，这雨天天下，这边那个搁旋耕机旋了之后这边土太松了，这踩一个坑哈，对，天又那边又阴了，哎呀，今年的天哪，真的是跟每年都不一样，太不一样。
说归说，唠归唠，我告诉你，这说不喂呀，能忍心吗？你看又喂他们，他们又在那抢。我跟你饿他两天就是好，因为刚才我进去，你知道我捡几个蛋吗？你捡几个蛋我都看了，捡了六个蛋。我跟你说，从来没捡过六个蛋的时候，就是昨天开始，前天开始吧，饿两天，今天下六个蛋。从没捡过六个蛋的时候，那可不。你说真的，你说十个鸡怎么？三个、两个、一个，目前还不下。昨天喂一遍，今天喂两遍，不忍心呐，喂两遍吧。哎呀，从三遍改成两遍就行了。我告诉你，一遍就正行，就正好，一遍能给你下六个，明天要是一遍都不喂，就给你下十个了。能啊，真的呀。哎呀，这走，回家上那边接着干，喂完这边的鸡，接着上那边去。喂完大鸡呢，又跑这个院喂这些小鸡。这是大春买的十只芦花鸡，还有六只这些小乌鸡，还有六只小鹅。鹅呢，他们胆子最小，见到我呢就比较认生，就害怕。鸡就不知道。鸡是老厉害的，你这只小鸡咋的了？怎么不吃食啊？你有病了？你吃食啊？哎，你咋了？哎，你生病了？那只小鸡生病了，我得给它担子拿出来养。喂完鸡回来，大春呢就清理这条便沟。说我们家门口这条便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我感觉这水就不流啊。大春说给它掏一掏，清理清理。不流，水到鱼塞呗。啊？水到鱼塞了，通一通给它，给它让它那个流，要不然的话就成死水了，得让它成为活水。脏东西太多了哈，水冲的，嗯，就得定期清理呗，那么说是不是？嗯，行，清理吧。这会儿天气还这么好，难得有点晴天呢。我感觉现在见到太阳都有点不容易似的那种感觉哈，老是阴天下雨的。哎呀，这个荒漠又长出来一堆。这个傍晚上现在要落山的时候，大棚里的这个蚊子可就多了。今年就是天太潮的事儿，老下雨下的，大棚里蚊子就一到晚上的时候就可多了，感觉。呀，你们又饿了？知道啊。那不又跟我哇哇叫唤吗？看那家黄瓜结多大了。我天天老来看呢，也没有啊。你不说他吗？他鸡，你不告诉我一个星期能吃上吗？这么长它，那你看豆角可大了，是吧？是豆角大了。哎，豆角大是大，它就这几根啊，少啊。是一个秧上就几根，一个秧上就几根啊。得有个十根八根的一个秧上才能够一对。是啊，哎呀，你说也是哈，你们这些就这，那咱这也种了不少啊，怎么今十九颗？十九颗呀，一个秧能两根的话，得多少颗？现在没打上一个秧。咱俩还那么能吃哈？呀，这上倒挺多的，春。是吧？嗯，这颗上多。这边这个少，又上面又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，哎，划拉划拉，再过两天三天可能就能吃。嗯，大概吧，第一层花吃。你看这块种了点这个生菜，这边就代表秋了。你看这块就长得不好。哎呀，我天哪！这三棵这么明显呢？对，它在生菜里头长出来。那你快给它弄了吧，把生菜弄了吧，要不都影响它生长了。是啊，你看这。哎，你看你要说我还没注意，可不会它的高度都没有那些高哈。花生出的差不多，这块怎么还出不好的？今天小鸡崽子跑出来给刨了，你看看。对，小鸡是出来给刨了。这块呢？你看那块这就吃了。鸡给吃了。哎呀妈！快盖上，快盖上，别整！反正咱家小鸡好多人折腾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回种的还挺好的呢。
挺好。你现在挺厉害，我不在家，你种的正经不错呢，挺好。吹牙的。你吹牙来的呀？啊啊啊！我看挺好的。有不少的话，那鸡给刨出来。嗯，那花生都在那露着呢，都看着呢，那么那儿呢吗？你看那个啊，就你脚前面那个，左脚前面那个，那花生都在那儿呢。那鸡又没食了。我五点钟。那鹅要进来是咋个意思啊？进来啊。把那块打开呗，让他们自由行，愿意进来进来，不愿意进来就拉倒，愿意进进，愿意出出呗，哈。把那块打开。他们可能是看咱俩在这儿也是有关系，那个鸡顺着那空就进来。不行，有蚊子挨咬了。那你把那个领子立起来点。对，完拉上拉，那拉锁再往上拉一拉，打上点，对，把脖子打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小哥，回不回来呀？回来了，人家有点害事了。害事也是让我做的。回来啦呀，回来啦呀，小鹅回来啦，哎呀真开心。我感觉小白鸡好养哈、好像皮了似的哈、大小宝啊，快回来吧，鹅啊，回来吧！你看这几只都回来了，多好啊！也知道。回来吧。吓死人了！哎呀，你瞅瞅戳这鹅，这两天都长大毛了。嗯。长了。你看这羽毛都长大毛了。吃吧，这苦菊，这是我吃的苦菊，都给你们吃。这颗油菜开了这么老多花，开始我都不知道它在那儿打籽，现在才知道这一个里头都是籽。哎，希望这些籽都能成熟，这样式的我这油菜就不买籽了。好，大棚里的这个西红柿也开花了，我要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大厨给我种的那个圣女果，还是圣女果？那个蚊子太多，你这点在那儿关了，有点好。我怎么就看出来这一颗好像这两颗是圣女果？你不说这些都是吗，春儿？按理说都是。按理说。